我来催稿。催稿？你是画手，又不是责编。你听我说，你现在虽然只是普通画手，但我会跟公司申请，尽可能让你早点开始独立创作。不用，我根基尚浅，还是先跟陆老师学习吧。我？你不是很讨厌我的画风和故事吗？你知道这世间万物都逃不过一个真理吗？我对你的漫画真香了，准确的说，是黑转路转粉。我现在对你的漫画很是上头，非常希望能够近距离的观察老师的漫画技巧。近？你想要多近啊？那就要看老师想要多近了。这周的画稿是我跟老师，您在哪儿画，我就在哪儿。真的？那我家也可以？当然。只要你按时交稿，交交交，我一定交。那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搬来我家吧。好啊。喂，这是男朋友该有的态度吗？不好意思，你的男朋友季思琪被我锁在橱柜里了。今天来的是你的责编以及助手 Key， 请多指教。Key 酱是吧？行李呢？你确定就这么空手来？我相信陆老师的效率一定可以在凌晨之前完成今日份的画稿，所以没。差点把自己搭进去，还是不要玩这招了。